今天到舅舅家里来杀年猪。我那几个娃给做事闹不就晕了。我来摘一点这个小西红柿，这里有一片呢，有一点过了，啊，一碰就掉了。这种就等于是野生的了，就是每一年都自己在这里长起来。就是捡了那么多，等下拿炒辣椒吃，再把两个大萝卜回去。这个看起来挺大的，就拔这一个吧。哎呀，哇，好大一个啊！这比我家种的大多了。好大的萝卜，这个萝卜是拿来做那个刨汤肉的。好了，这一片是用来包糍粑的叶子，因为这个有嫩枝的吗？这是拿来吃的，是一种粗粮、杂粮。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刨汤肉了，这是很肥很肥的，就是要吃肥的。这个就是我刚才拿那个大萝卜。放在一起煮。小努力，嗯，简单，嗯，煮着，把它架过来。就养活事，就送用。自己煮那些，我滚了三年。啊，这是刚煮的汤肉。啊。